家好，开嘎后我是廖文强，乃黑廖文强，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绝对值引爆天之音。今天所要介绍的这位客家音乐人是中州汤运焕，现在听他在2009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《13楼的天空》当中的这首抒情歌曲《我的朋友》。跳下来做自己的客家音乐，一句话让他决心投入客家流行音乐的创作。就这样不断的创作客家音乐，并且以让年轻人能够接受的音乐为基础。在音乐风格上，中州他有着对摇滚的喜爱，而在文化上则有着客家的背景，两者相融，成就了中州客家摇滚之子的称号。而这首歌曲《我的朋友》则是他比较偏抒情摇滚的作品，说着对于朋友的怀念，回想起岁月，拥有着岁月催人老的感慨。整首歌曲中州上来特别的温柔，除了有别于过往 rocker 歌声的高亢激昂，更让我们见识到了中州深厚的歌唱功力。这让我们继续来听这首由中州汤运焕所创作。